9月10号下午4点24分，爱搞怪的邓超又闲不住了，在自己的微博上上传了一张搞怪的 PS 照。邓超还在微博留言称一家四口。照片中邓超和孙俪穿着婚纱照，微笑着看着镜头，可谓是标准的婚纱照造型。让人喷饭的是下面还有两个小人，仔细一看，两人竟是邓超和孙俪的缩小版，只是表情非常的搞怪，邓超歪着头，孙俪则吐着舌头。网友们看到如此有趣的照片纷纷留言调侃，有网友说一家四口邓超最丑，吓死了，还以为是小花妹妹飞涨呢。本以为等等和小花妹妹来了，打开一看又是你的脸，只恨微博只有赞没有踩。